ファンデの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小丸子，去给我买块豆腐回来。啊，现在走不开。你不是一整天都在看电视吗？你就不能稍微学习学习吗？成绩也就不会这么差了。真是的，知道了，我去买豆腐就是了嘛。爷爷也一块去吗？多谢光临。哦，有硬币掉了。口袋里面破了一个洞啊。真的？那把钱都放在钱包里吧。是啊。打折啦，打折啦，青春大打折喽。爷爷，这里打折。丸子，过来瞧瞧吧。哎，很便宜吗？这个已经很便宜了，在搞特价，买这个可是很划算的哦。怎么样，买一个吧。哎，这个我才不需要。是吗？那么这个呢？不需要。那么这个很便宜哟。为什么要拿给我这个？其实是因为这个东西库存还有很多，不太好处理呀。这真是伤脑筋呢。爷爷，要不我们买点什么吧？那买一个吧。我到里面给你们拿个最新的啊。那个怎么样啊？什么？最后你们买了个保险箱回来？就是这个啊，很合适的，真是划算呢。划算是划算，但是你买个保险箱回来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当然是用来装重要的东西，对吧？就是。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重要的东西就是重要的东西。哼，钱也没多到要装保险箱啊，别那么要面子啦，除非你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当然有啊，说出来听听。这个嘛，真是的，爸爸真是烦人。爷爷，这种事不用搭理他。算了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我就不过问了。我想，我还是有重要东西可以装的。大家太过分了，好不容易买个保险箱，只会说这说那的。爷爷，不用理会他们，我一直都是站在爷爷这边的。丸子。对了，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真是见外，私房钱什么的肯定有吧，肯定存了不少钱是吧？小丸子。哎，我不会跟别人讲的，偷偷告诉我。对了，我可不是想找爷爷要零花钱才这样问的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没什么重要的。真的没吗？没有，我因有藏活了这把年纪，根本就没有能够装进保险箱的重要东西。爷爷，就像弘志说的，我就是个身无分文的可怜老头。对了，找到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拿宝贝呢。宝贝？你看呀，这是小玉送给我的弹珠，还有漂亮的石头，我要把它放到爷爷的保险箱里去。姐姐，你有吗？我记得你右边的抽屉里不是还有没用完的3000元压岁钱吗？
真是太大意了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啊？这里都是我的宝贝，我很想把它们都放到爷爷的保险箱里。然后，这个妈妈的蛋白石戒指和姐姐的项链，是我偷偷拿过来的哦。哦，真是宝贝。不过这样好吗？要是让小偷进来偷走了，那才糟糕呢。保险箱这才叫派上用场了。那我来看管大家的宝贝吧，责任重大呀。对呀，交给爷爷是绝对没错的，拜托了。那就交给我来保管。那把东西装进去吧。等一下，在这之前得把说明书好好看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责任重大。这上面说我们要先设定一个密码。啊，这个，爷爷，我们要设定四个数字。四个？嗯，就用爷爷喜欢的数字吧。四个喜欢的数字，那就是天妇罗。是数字了。真是最不靠谱的管理员。好了，就把密码写在这里，要是忘了的话可就糟糕了。丸子真聪明啊。生日跟电话号码很容易被猜到，请尽量不要使用。说的有道理。那随便想几个号码吧。没错，为了不让人猜到，我们随便设计一个。就像这样吗？是的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样吧，你看看怎么样，很随意的号码吧。那把宝贝放进去吧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这是很贵的砚台。盖上盖子，设定好密码，用钥匙锁上。好了，完成了。成功了。钥匙我要随身携带，这样的话我们家的宝贝也就万无一失了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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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想保险箱也不安全呢，这不是在帮助小偷把宝贝都收集到一起吗？这个交给爷爷绝对没有错的，拜托了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辜负丸子的期望。小偷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是绝对不会把保险箱交给你的。第二天，早上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保险箱我看着呢。那么说爷爷一整晚都在看守保险箱啊？是啊，看起来很吓人的样子，小偷要是看到了肯定也会吓跑的。我回来了，打扰了。爷爷不在，他是出去了吗？哦，回来了。爷爷你好。小玉听说了保险箱，想要看宝贝呢。宝贝可以。哇，真的放进去了吗？爷爷抱着保险箱去哪里了？厕所。放在外边总觉得不放心，我们打开看看吧。一次都还没有打开过呢。丸子，去拿笔记本吧。就是那个记着密码的笔记本，我不是交给你了吗？怎么了？我把它放进保险箱了。丸子，太过分了，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。就是，你赔我的项链呢。我
我是为了不让你们的东西被小偷偷走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说你们两个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两个人都不记得了吗？当时随便编了几个数字。对，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心情，努力想想吧。好像是我是这样的，我当时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为什么要搞成这副怪样子？想起来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想起了天妇罗。人们记住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再怎么随意，后来你们总是看了数字的吧？难道你们一个都没记住吗？这么说来，当时确实觉得这数字好像……喂，什么？什么来着？爷爷加油！爷爷，喂，你不是也看了吗？你难道不觉得跟什么很像吗？我没觉得。这孩子注意力不集中，难怪每次考试都考得那么差。什么嘛？对了，想起来了，是丸子的成绩单。成绩单。这个，还真是小丸子的成绩单呢。就是这种差差的感觉，还真是这种感觉。你们太过分了！能打开了吗？再用钥匙。为什么不见了？今天一步都没出门啊！爷爷，刚刚你不是去厕所了吗？不会吧！过于谨慎反而坏了大事，永远都打不开的保险箱，最后还是遭遇被砸毁的命运。我的保险箱啊！花轮同学想撒谎。嗨，宝贝儿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什么？在世界各国有我的朋友们，他们在春休时要来日本了，所以最近我家要开一个世界儿童舞蹈会。要开世界儿童舞蹈会？英同学还有穗波同学就作为日本的代表来参加吧，当然我会给你们准备晚礼服的。你是说晚礼服？美丽的公主，请嫁给我吧。我会送你城堡，我会送你石油。乐意参加，看来我得好好的练舞了。舞蹈会是什么时候呢？这刚刚只不过是愚人节的演习罢了。什么呀，骗人的！演习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去年的愚人节，我本来想要骗秀大叔。少爷，你要去哪儿？秀大叔，你保重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带着这点东西去流浪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您走好。秀大叔不留我吗？今天是4月1号，那就是愚人节呀。所以今年我一定要好好的捉弄一下秀大叔。不错呀，真想看看被捉弄的秀大叔。那要怎么骗他呢？这才是我伤脑筋的地方，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。我跟妈妈撒谎，一下子就会被拆穿的。妈妈，我被选为多利夫的成员了。说什么蠢话，你这孩子。这个肯定会被拆穿。对了，以前英国的一个广播台在愚人节的时候会播放一些有趣的新闻。在意大利附近的一个瑞士小村子，他们迎来了意大利面树的丰收。在日本的话就是乌冬面树吧。我要在庭院里种一棵奶油泡芙树。我是开玩笑的，不过也有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。在美国的一个广播节目里，
这是临时插播新闻，火星人前来进攻了，一播出来，当真的人就恐慌了，听说后果很严重呢。啊，还是搞笑的比较好。哎，环同学，欢乐同学，在说什么呀？也算我一个呗。啊，说突然有动物要来，这个怎么样？什么？有动物要来？就说花轮同学家里马上要来一只很大的动物，让秀大叔帮忙好好照顾它。说熊猫怎么样啊？一百只猫，你们说怎么样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也要知道。我们正在准备捉弄秀大叔。计划好像越来越有趣了呢，大家一起来想想吧。到了4月1日。差不多了。好的，宝贝儿。我来接电话。喂，您是？欢乐同学，我按你说的打过来了。啊，妈妈，我很好啊。什么？这么突然？那家里要怎么弄呢？让我好好想一想再说吧。少爷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是妈妈打过来的电话，真是太震惊了。啊，我明天再跟你说吧。为什么？那现在就请告诉我好吗？但是今天，那个……啊，那个什么？今天是4月1日呢。啊，愚人节。如果我今天跟秀大叔说，你一定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。少爷，我一年365天，还有闰年366天，一直相信少爷的话，就请你赶快告诉我吧。爸爸，一个住在印度的朋友要搬家了，他们的宠物要送到我们家来。宠物是狗还是猫啊？说是一只小象，可毕竟它是一头象啊。就算是秀大叔，也不好照顾吧。象吗？我没有养过大象，不过为了花轮家，我一定会精心照顾的。太好了，不愧是秀大叔。花轮同学，太好了呢。秀大叔，那么小象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大象一天要吃100公斤以上的食物。有100公斤？大象的大便不是要跟足球一样大了吗？要洗澡的话，还要做个大水池呢。真的没有问题吗，秀大叔？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玩伴是动物园的副园长，我去向他请教吧。比起狮子、老虎之类的猛兽，我看大象还算是好的呢。来吧，安巴莉莉斯，我可是花了很大力气做的，很合适的嘛，别动了。配合花轮同学骗人成功，是我和阿玛莉莉斯的重大责任。好了，出发！哇，天哪！阿玛莉莉斯，就算是小象也是象，走得有点力气嘛。大象的叫声应该是……啊！拜托了，为了花轮同学，你要学得像头大象。不好！秀大叔在给谁打电话呢呀？应该是秀大叔刚刚说的动物园副园长吧。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呢。现在要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在骗他？我还想多看一眼着急的秀大叔呢。待会儿美环同学会来的，我们还是再等一下好了。少爷，我有个请求。什么事？我刚刚跟那个副园长商量了一下，是不是要交给动物园？哦，不不不，一定要养在我们家。不是，不是的。刚刚电话里副园长拜托我，让我收留另一种动物。他说把那个动物跟大象一起养在我们家里面。那个动物是？是河马。河马？骗人的吧？一定是骗我。少爷，
河马马上就来了。等等，秀大叔，今天是，今天不是愚人节吗？对不起，秀大叔。哎呀，这样啊！但是少爷，真正的河马马上就要到了。来了，是美环同学吧？可能是河马，你每天都要跟秀大叔一起喂河马。哎，我怎么可能会照顾河马？河马送到了。什么？我猜中了，河马原来指的就是鳗鱼饭呢。真好吃啊。秀大叔，你是怎么知道花轮同学在撒谎的呢？一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在少爷的脸上了。啊，我的脸上？少爷，您要是撒谎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您别忘了，我可是看着您长大的。花轮同学，看来你是赢不过秀大叔了。太好了，秀大叔，我还是乖乖投降吧。嗨，我和印度小象一起来喽。秀大叔一定大吃一惊了吧？噔噔，愚人节快乐！等一下，美环同学。对不起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什么？那叫我跟阿玛莉莉斯来是做什么呀？就只有我没有鳗鱼饭吃。小丸子他们明白了，想要撒一个让大家都笑的谎，还真是不容易。春天了，大家都很兴奋，连爸爸也梳好头，换上了粉红色的衬衫。但是长山同学的妹妹小春却一直愁眉苦脸，一直盯着郁金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下集樱桃小丸子是小春的郁金香和爸爸穿粉红色的衣服，敬请期待哟。